FIFA 昨天在立法院历经了19次的表决才过关呢、啊。独派在场外呢，非常的关切啊，还说什么如果民进党进场投票背书，就要脱裤子到凯德达兰大道来游行。没想到呢，民进党后来真的进了一场了。好，独派再松个口说，民进党全程参与表决就要脱光光，绿营在最后一次表决没有参与，也免除了独派输到脱裤子的尴尬。两家表决，我家内裤脱掉。我就安家行来海达格兰大道。白天才扬言只要民进党立委进场投票，就脱光光冲海道。但随着天色越来越晚，表决时刻越来越近，独派人士能不能保住老屁股，不要曝光，就看这把了。现在全体检进行表决，时间已经用到，现在开始。又关自己要不要一丝不挂的大事，独派人士比谁都还关心，特地找来笔电及时监看民进党动态，但不看还好，越看越闷。眼看民进党不但进了一场，也投票了，独派六鸟群侠传已经演了一半，就快变成不你垮不我垮。蔡丁贵脸色越来越沉重，急中生智，见招拆招，向下修正裸奔宣言，绿军全程参加表决才要脱光光。好在最后一案，民进党技术性退席不投票，才化解这场可能的凯道六鸟秀。我们感谢民进党帮我们留下内裤，对不对？脱掉，统统脱掉，脱掉，脱脱脱。这首独派脱掉脱掉唱了一整天，还好只是输个痛口，没有痛来口，真的。喝嘎仔，中央新闻黄明君林玉桥特别报道。